我们可以先预览一下这张要做的这个产品的详情页。我们可以在真正的手机设备上去预览一下这个页面，点一下开发者工具上面的这个预览，这样呢会给我们生成一个二维码。然后打开手机上面的微信，用这个扫一扫去扫描一下这个开发者工具上面的这个二维码，这样会打开我们开发好的这个小程序。这个产品的详情页呢，最开始就是产品的图片儿，上面覆盖了一层文字，下面的是一些参数。 预约试驾这个动作暂时还不能做什么，你可以为小程序呢去提供一个后端服务的接口，用户点了这个预约试驾以后，可以打开一个页面去填写一些信息，提交以后可以去把这些信息呢发送给我们的后端服务的接口去存储起来。这些接口的创建方法，你可以在宁和网上面去找一些 REST 相关的课程。下面呢还有两组幻灯片，可以左右滚动查看幻灯片里面的项目。 点一下幻灯片上面的图片，会打开一个图像的预览窗口，在这里用户可以更好的去浏览这些图片。